女人最窝心。我是一个实习生，第一次踏入社会，谂过会遇上唔同嘅人，甚至有谂过会同同事产生摩擦，但冇谂过会遇到一班咁好嘅朋友。我哋嘅友谊系点开始嘅呢？可能就系有一日有个实习生怕我哋平时食得太多零食会肥，于是买咗提子我哋一齐食，仲好细心咁洗干净添。又可能是一起吃饭嗰阵，佢哋会帮我手叮饭同洗碗。我 OT， 佢哋又会陪我支持我。呢啲咁小嘅事，慢慢咁积累落嚟，就成为咗我哋友谊嘅基石。最记得有次做 packing 嘅工作，时间都几赶下，人手又唔够，我随口问下其他实习生得唔得闲啦。点知一呼百应，都话抽少少时间嚟帮手，帮得几多得几多。嗰刻见到咁多人一齐嚟，感觉好温暖，亦都好感激佢哋拔刀相助。好多人话出到嚟社会，个个互相竞争，表面对你好好，但系随时喺背后插你几刀。但喺呢度，似乎改变咗我嘅谂法。虽然唔知道我哋呢段只系短短相处咗两个几月嘅友谊会唔会继续落去。不过我想，我不会忘记今年暑假同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